哎，我也会变。好，一二三，碰。好，好，碰的。点点下面一个是 yeah， 哎呦，24岁登上好莱坞舞台啊，黄魔术师啊，有魔术界的姐姐之称，哎呦，他也是姐姐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魔术界的那个林俊逸，林俊逸，魔术界的林俊逸，哎，他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有吗？来，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魔术表演。哎，黄国浩，命运之魔。Newspaper, 东西，杯杯。人生打结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呢，我们只要动动我们的手指头，结呢就会消失不见。怎么消失？像这样子，只要动一动手指头，这个结呢就会慢慢的被我拿下来。有一个结呢，一个结。那露露姐，如果呢，你的人生打结的时候该怎么办？解开啊。只要把它拿下，动一动手指头呢，这个结呢就会掉下来。OK， 有那么容易吗？露露你也会啊？我也会了。哇，你解开了。两个大长圈。这次呢，我想要请你呢自己呢打上这个结。好，帮我把它给用力拉紧，动一动，一二三，拉下来。我也会变了。好像蛮简单的。三个圈圈。掉下来之后呢，它就变出了三个洞。哦，谢谢露露姐，谢谢。接下来我想请汉典哥呢，来我们的小黑帽。该我了，该你，该你。我拿在手上，我也要弄，我也要解开我心里面的结嘛。听说汉典哥单身有点久了，今天呢这边有两位美女。对，哎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我心里面的结，什么两位美女？啊，三位，尊重，三位，男女美女，但你以为上台？哎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什么意思？对，三位美女啊，把它算进去，没错，算进去。那等一下呢，你们跟他对一位告白好不好？好，选一位你喜欢的。哇，好，这很难选，很难选哎，怎么办？演员，哎呦，就请演员呢来舞台上面好不好？哎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变这个扑克牌魔术呢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魔术，就是呢充满着爱心的魔术。哎呦，在这边呢，总共有20张卡片。那等一下呢，这20张卡片呢，我要请你们在我手中各数10张卡片，好不好？那可不可以请把它拿着，然后数到我手中数10张，好不好？我就放上去嘛，一张一张数上来。好，来，好，一起数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这样就有了。好，帮我把剩下的卡片呢交给圆圆，来，然后呢，您呢帮我 hold 住这10张卡片。那现在换你了，这边呢有10张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那可不可以请演员呢帮我 hold 住这10张卡片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汉典哥你要决定呢，今天要变几张爱心？那现在这边呢有数字呢，1到9，等一下呢可以请你随时喊停，好，拨牌呢可以随时喊停，像这样子，停 ，OK。这个地方吗？对，你告诉我这个数字是多少吗？我可以讲出来。对，三，三代表呢，今天呢你要变3张爱心呢到圆圆的手中。感受一下。我会变吗？3张哎，三张哎，这边呢我们要把3张的其中一个爱心呢把它给飞起来。OK， 现在爱心呢就1、2、3、4、5、
跑到你的身上了。你有觉得你的爱心的卡片变多吗？有一点点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第二张呢，可不可以呢你们肩膀呢轻轻的碰一下，哎呦，传递一下你的福利。越老越老越老，一二三碰。好，碰了。请问一下呢，你们有感觉呢破口还变多吗？你有觉得破口还变少吗？不可能，我手就一直握着啊。刚刚呢有没有十张卡片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呢来数数看，现在有几张。现在呢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剩下八张卡片，少两张。最后一张基本上你不是都握在手上？对，我全部一直握着。最后一张很会握的，可以请汉典哥呢丢一个飞吻过去，丢到圆圆的。哦，有感觉到了吗？收到。最后一次呢，我想要请汉典哥呢亲手数数看手上有几张卡片。对嘛，刚刚是你数的。对，你以为我傻了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啊，少一张啊。七张，哎，七张。那圆圆手上现在有几张？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三颗爱心，谢谢谢谢。不敢相信，我从头到尾都握着，掌声鼓励。不敢相信呢，南村的小哥哥，就在你面前表演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这个是晋升模式。黄伯汉有没有青年才俊？然后你说南村剧场，南村剧场这个是在那个信义区，在信义区的四十南村。哦，四十南村那边。哦，这里现在变成一个剧场啊。对，我今天有带这个海报来。那这个呢是今天的演出的海报。哦，命运之约。对，3月1号到3月18号有。台北第一个魔术的定幕剧哦，你都在那演哦哦，定幕剧后来才知道幕是幕名幕的幕啦，没错，固定的名幕。对，我们就想要定幕仿效，就是 Las Vegas， 就是未来呢，就是在南村剧场呢，常常就会有魔术秀的产生。啊，你这个魔术是自学的？魔术呢，我大概从15岁就开始学，那现在32岁，已经学17年了。你看起来比较像是说相声的，你很说相声的感觉，有吗？对，有很说相声的感觉，有没有很说秀，很斯斯文文的。对，我15岁就开始了，那也就您别表演很棒，好吧？8分钟的表演，你演过法国的，你到法国去表演《再别康桥》。这个表演，这个时候这个表演呢，其实是我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主创作的表演。然后呢，这个表演呢，其实就是在讲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的故事。当年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演出呢，还有东方风格，《再别康桥》一听就知道徐志摩，他不可能是廖天地。这个也太突然，对啊，昂姑啊，他廖天地。那还用说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有很东方风味的表演，所以呢，后来呢就被受邀到了法国世界超级夜总会的这个电视节目表演。好有看到啊，是70大寿变妖兽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有一次呢，我去了一个先生的那个寿宴，一整个家人呢邀请我去表演。对，然后呢，那时候我就变了一个魔术，叫做生命之线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我就拿一条棉线出来呢，然后呢就跟大家说啊，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这条生命之线一样。对对对对。50有吾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顺，70而随心所欲，就把这个线呢，随心所欲，一段的把它变短，OK， 然后把它撕掉。那最后理论上来说呢，应该要把它变回一条线，完整的一条线，就啊，完整了我们的生命，长寿耶。然后呢，演出演到最后之后呢，我把这个演出拉开以后呢，绳子就打结了，这么快变掉啊？这是失误吗？对，就失误了。然后因为那个整个棉绳的就打在一起。哇！然后呢？那是我今天那天的演出的最后一个项目。他就打结，那怎么办？也没有救了。那你只能硬凹啊！最后看着大家就谢谢大家。